杜恩则日前跟大陆网友对骂，遭到了内地明星集体抵制。接续上档的多部影片票房都相当惨淡，在大陆卖座的《澳门风云》续集也没见了他的身影，他的新片也被配演商无限期延后开拍，演艺事业再度停摆。近日他宣布将暂别香港娱乐圈，并强调赚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自己。不少网友看到此消息后纷纷表示，攒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自己，现在你攒不到钱了，可以去做自己了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